成语故事系列《寄人篱下》。同学们，你知道什么是寄人篱下吗？寄人篱下是指寄居在别人家里，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，也用来形容模仿或沿用他人的作品，无法创造出自己的风格。我们来听听寄人篱下的故事吧。齐国有个名叫张荣的读书人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、具有文学才华的人，可惜个性古怪、行为独特，总是依照自己的心意做事。当官以后，张荣常常因为自己的任性而得罪他人，所以官位经常被降级。张荣虽然个性古怪，但是相当机灵聪明，在面对提问时，总是能应对如流。因此，萧道成在成为皇帝之前就相当欣赏张荣的才学，在当上皇帝之后，将张荣升官，且经常与他讨论有关文学和艺术方面的问题。有一次，萧道成看了张荣的书法作品后，对他说：“你的书法字强劲有力，可惜缺少了王羲之优美的笔法。”皇帝用知名的书法家王羲之来和张荣相比，认为已经很给张荣面子了。张荣听了很不认同的说：“您不应该可惜我的书法少了他的优美笔法，而要可惜王羲之没有我的灵活笔力。”因为欣赏张荣的才华，萧道成没有对张荣的无礼感到生气，反而更加佩服。张荣不模仿他人，独具一格的书法让他获得称赞。他认为，如果对事情缺乏主见，习惯依赖别人，就很难展现自己的独特风格。寄人篱下是出自《南齐书》卷四一《张荣传》文中的“丈夫当山诗书，至礼乐，何至因循寄人篱下”，意思是身为男子汉，写文章应当像孔子山边诗书，制定礼乐，有自己的风格，不要因抄袭他人，像鸟一样寄居在别人的篱笆下。同学们，听完寄人篱下的故事后，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？现在就让我来带你回顾一下故事的重点吧。今天的故事寄人篱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故事的缘起，张荣是一位十分有才华的人，萧道成十分欣赏张荣的才华，便将他升官，且经常与他讨论文学和艺术。过程中，萧道成看见张荣的书法作品用知名书法家与他相比，故事的结果，张荣认为若对事情缺乏主见，依赖别人，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风格。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寄人篱下的故事了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。过程中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，认真的想一想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如果因为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必须寄人篱下，你会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呢？张荣的个性古怪，如果没有遇到懂得欣赏和包容他的人，你认为他的人生会变得如何呢？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？快和你的家人、朋友、老师分享吧。成语小教室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。今天的成语寄人篱下有两种解释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是形容寄居在他人的家里，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，主要会用来表达无法自立的情境。我们来看看当寄人篱下是这个解释时可以怎么使用吧。我宁可住在这间破茅草屋中，也不愿去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过日子。我必须赶快出去找工作，总不能一辈子过寄人篱下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与这个解释相关的词有哪些吧。相似的词有仰人鼻息、依人作嫁、
相反的词有自力更生、自立门户、自食其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寄人篱下的第二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是形容模仿或沿用他人的作品，无法创造出自己的风格，主要会用来表达模仿沿用的情境。我们来看看当寄人篱下是这个解释时可以怎么使用吧。画图一直模仿别人的风格，寄人篱下久了便会失去自己的特色。文章创作必须要独具巧思，沿用守旧寄人篱下很难成为专家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与这个解释相关的词有哪些吧。相似的词有墨守成规、石骨不化、因循守旧。相反的词有独树一帜、自成一家、独具一格。听完故事后，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？同学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